关于季校最近来函的申请，本会召开过委员大会，不过本会委员一致认为季校的申请不能受理。啲嘢咁鬼闷嘅，系边个写噶？系高中棒球协会。哦，原来系咁啊！换句说话讲，即系佢哋坚持高中棒球赛唔准女子队参加啦。哦，大受打击。你就系深川圣良啦，系嘛？半夜三更都仲留喺呢啲咁样嘅地方，你一定系觉得好唔开心嘅。你系咩人啊，阿苏？你问我，我是一个流浪汉嚟嘅啫。啊，系啦，听讲你冇玩运动噶啦噃。我对你冇兴趣喎，阿叔。不过我对你有兴趣啊嘛。哦，好似几好饮咁噶噃。可能你会觉得我太过多管闲事。唔通你中意我啲咁嘅高中女生？哎呀！嗱，你应承过我噶，所以你系属于我嘅。迟啲去呢度啦。系咪做得太过激烈呢？唔认老都唔得啦。简单啲嚟讲，新学期开始你就系呢间愉悦女子高中嘅学生，而入学嘅附带条件就系你要加入棒球部啊。你就想啊？你应承过听晒我说话噶噃，以后我呢个领队嘅命令，你必须要绝对服从。大道子啊，你系有一种适合以团体名义出赛嘅特性嘅。我昨日睇过你初中嗰阵柔道比赛嘅纪录，团体比赛嗰阵你嘅表现好突出，但系个人赛喺好早阶段你就会输。当你谂住为咗团体为每一个队友比赛嗰阵，你就充分发挥到你嘅实力。喺你成功之前，我正烦紧队波冇人接到早川嘅球。我相信你同早川会系好拍档嚟。我都系捕手出身嘅，应该唔会睇错。点啊，大道子？你终于都忍唔住啦咩？定实领队啊！其实我哋大家都喺度等紧你加入棒球部。请你唔好乱讲。哦，睇下你个样子，似乎好唔中意早川咁噃。冇错，全子小姐。系啊，系咁趁今次清清楚楚嚟个了断。吓、啊，了断？你哋嘅恩怨，不如就等你哋自己比试嚟了断啦。喺上次嘅比试，你哋两个事前都未做足心理准备，今次可以话系一个好机会嚟咯。比试啊？点样比试啊？同实战一样，同一次有防守球员由早川投球，冰室击球，睇下早川令冰室出局先啦，定抑或系冰室上到一垒先？啊！你想点啊？杜家夫，唔好啊！今次嘅比赛，电视台会派采访队嚟采访嘅。电视台嘅采访队？因为女子高中比赛一定会吸引到大家嘅注意，谂下到时你表现出色会点样？成班细路都系处于青春发育期啊，一年到晚都净系挂住练波，突然之间面对咁多靓女，梗系会分心，集中唔到精神比赛噶啦。又系嘅，棒球系一种好讲心理层面嘅运动嚟。不过，咪不过啦，今次我哋赢到心理战就可以赢噶啦。你哋对我呢一种科学性战术另眼相看啦。搞掂啦，咁就搞掂咗林海大嘅王牌石丸，哈哈，我啊真系好胜。